魅云歌仔戏团巡回东南亚演绎，智者大师坚毅传法的故事，弘扬佛法是最主要的动机。就是希望各地的弟子还有会众们，大家可以深入来了解智者大师的一生。那再来呢，里面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个精神，其实有跟我们上人敬爱的上人的理念是相似的。工作团队也在槟城静思书轩分享制作的甘苦和收获。就是借由了解智者大师的生平来对照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你看到大师他其实人生的时间不是用在精进，就是用来度化众生，那我们可以从他这边学到典范。在编写过程当中，始终遵循了上人的最高的指示，就是我们一定要以法入戏，以戏弘法。与制作团队交流，更深入了解智者大师为佛法、为国土、为众生的理念。大安新闻王龙海、冯律熙，马来西亚报道。另外，这么一群慈济志工，他们满载而归的是环保心得。